那你过去做吧。你会煮螺蛳粉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去做吧，我来煮。娜娜，你坐着。娜娜，今天你不要去，不要去做好乖。这么强势，乖，去做好。那我要干嘛？今天你要走了，你就好好休息呗。哎，这样子我很无聊哎。你要干嘛？我要洗杯子。我说了，我说过没有？你怎么不听话呢？什么鬼？这演哪出戏啊？给我放下！坐着。像偶像剧，像不像？你要不要偶那个温柔一点啊？我觉得像那种胡同胡同串。不，你刚刚什么？胡同串子怎么说的？胡同串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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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同串子老爸有点。放下！给我搁这！放了！不是，别给我在这儿。娜娜，你去坐好。坐。那你可以洗杯子吗？一天天的，一天天的，心里没点数啊？啊，爸，我错了，爸，我要怎么说啊？我要怎么回复小鬼？你要用什么北京话回复吗？他现在讲什么话来着？谁知道他讲的什么？他讲的是鬼话。哎，小姐，我在帮你弄杯子，我这边不要手脏了。等一下，大家都没得吃，吃吗？吃，没得吃。哎呀，你没有洗手吗？哎，你好烦，你走开好不好？你让我洗个杯子嘛，我要洗六个杯子。你洗洗菜可以了，行了。走开。走开了，跟你说你很烦了。怎么啦？那你洗一下杯子，还是我洗杯子？你去洗，你装到哪？干嘛？你不用，你先拿过来吧，你直接拿过来吧。你事到如今，你已经不用隐瞒了，我觉得。我会做的。啊？我会做的。不拿。不拿。你说今天他拿裤子。你能不能做的？我做的很无聊。他们都不让我进去。耶，鬼哥真优秀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